场准备好了哈。好，我们先，哦，不小心碰到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再次三二一，掌声鼓励。昨天在抽气球的时候，好像被议长打手了。应该没有吧？有吗？有，他打你的手。那昨天是因为那个，我不想那个那么尖呐、啊。其实只有我的棒子是尖的，我不知道。我以为大家都有，我不晓得我的那么尖，一次就破，哎，我真的吓一跳。那为了大家安全，干脆全部都把它刺破了。